你敢会当甲我讲，你上那一直把我夜钱的凭证给伊吞下？因为伊那已经无啊。夜钱伊若留伫我时阵，一切拢伫伊身躯边。白怕你无咧烧酒嘛，一拄着伊那都无去，绝对甲伊有关系啊！无你是有啥物正规当证明，伊那无去，甲我有关系。哎呦，你若后面偷人啊，我下跪！我看你无法。我若是知影宝宝伫咧四十九海市，我绝对替伊提出两句，怪替通灵。你比我甲汉良无路通。 所以我一定要甲你这栋的大石头，他给变阿去。我的手机定位那伫咧北部的海边啊，而且这么偏僻，我的性命你哪敢有未来哦？是你骗我的？从今以后，我就是五三集团大少爷遗孀。那呢？你了大石头，那是他袂开，阮就只好甲伊忘掉。啊！三立台湾台天道，你是安怎？ 要甲爸又多挣几条收在讲离婚啊！最后人怀疑讲，你是不是搁有其他计划？我想要处理一寡重要代志啦，等处理好势，我过去处理。哎呀，我手机还搁包包拢伫咧外口，而且我袂当互爸出代志。你敢袂当甲我讲你上哪一条路有夜钱的？因这个，因为因那已经无啊，爸，你无咧收钱，一拄着伊囡仔就无去，绝对该有关系啊！ 今仔日若是无好食，你莫硬打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我的手机定位，那伫咧北部的海边啊，而且这么偏僻啊。就算讲我今仔日甲你离缘，以后你若是动人在咯，你嘛引起别人对你的杀机。哪呢？我的性命，你若敢有未来哦？是你骗我的，我不准小孩吧？放伊一条生路，就等于是咱三个做伙死互伊看。你那大石头若是他袂开，阮就只好甲伊绑掉。 我讲，你也是巴肚内囡仔是不是咧害死的？你若是搁跟我白讲，就莫怪我对你无客。哎呦，你袂当因为有钱苦，就想要将所有的罪拢撒予伊，安尼对伊无公平啦！我闪开，我看你无办。哎呦，要讲我若是知影宝宝今日的死是叫害死的，我绝对替你提出冤屈，我替你通灵。 关注你了。